随着清洁业务的增加，和原本复兴乡清洁队的场地无够用，金月公路总局彰化干部团同意，将八用第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高架桥卡的土地，提供和清洁队清洁使用。三十号早起，乡长代表甲公路总局人员实地进行会勘，达成同意八用的共识。乡长代表是来到现场，甲公路总局人员进行会勘。张彦丁表示，垃圾场清建将让复兴乡的垃圾清运更加顺利。原本下连村的资源回收场，也将另外规划使用。新的西滨快速道路高架桥卡的清洁队部工程，将有更加大的空间进行使用。咱清洁队吼，咱即马已经决定啊，要来刷来台六十一线的这个桥卡吼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咱啊。结合那个公路局，有个相关单位哈啊，这回来勘察啊，咱呐刷来加哈，咱的素材也较宽啊，咱的活动的空间会比较大，因为我们现在原有的地方哈，实在是真的是那个地方不够，然后我们车子的回转相当危险，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资源回收哈，都一直没有办法很彻底。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空间有限，我希望说能够搬到这里来，然后把空间弄大一点，能够让我们的清洁队所有的队员呢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空间，然后也能够把环保做到最好，然后把垃圾分类做得更彻底。新的清洁队初步规划工程设计有办公室、会议室、地磅、停车场、甲警卫室等等，预计明年初发包，明年底完工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复兴采访报道。